ีโกที่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ไทยวันรูปไทยตาไทยมองมาไทยเป็นรูปไทยตา谢霆锋没说半个字，下午两点多，老样子，有大墨镜伪装，踏出酒店门口，嘴角仅剩一点点的微笑，伸手要媒体让条路。两手空空走进这个曾经甜蜜幸福的家 ，Lucas 这个秘密武器果然有用。周一晚间，张柏芝的母亲被香港媒体团团围住，车子里是庆生用的可爱气球，传出谢霆锋就带着律师要张柏芝签字离婚。人生就是戏，我爱，我想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走下去。演不完的戏。试图用 Lucas 这对兄弟，甚至传出张柏芝传简讯给婆婆狄波拉认错，要挽回五年的婚姻。喂 ，Daddy， 三零星。其实谢家人忘了还有这招，24年前一家四口合体抢钱的广告，谢霆锋跑来跑去，当年他只有7岁，比 Lucas 还大，想想你当时的心情吧。Daddy， 这个时代的新形象啊嘛。壹电视科北君李云晨整理报道。